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我即将要发行我的第二张新专辑了。所以今天现在看到我后面这些背景啊，是在拍我的第一支 MV， 就是《陷阱》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很特别，是为我们做一个非常华丽复古的一个场景，这个 set， 你看他们做的非常的精致，然后要呈现的呢就是一个歌舞女郎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看到就是台上的袁咏琳加上12个 dancer， 还有椅子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么不一样的事情。觉得这一次为这支 MV 大家真的很辛苦，不管是搭这个舞台的人、设计、美术、导演，整个剧组还有后面的 dancer， 我们练光这一支舞就练了快一个月，因为真的非常难，而且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真的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看的 MV， 然后我们在突破很多东西，我也在突破我自己，然后大家也突破这个景，就是一个突破，就是歌舞女郎的感觉，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小小欺骗，对不起，哪有自私的权利？不小心刺伤了你。7 8 2 3 4 5 6 7 8 3 2 3 4 0 8 5 6 7 8，好，从这边1 2 3，好，接这边4 and 5 6 7 8，一看，对，都一样。那天我没你的相遇。
生般神秘。旁边这一位帅哥呢，是我今天特别请来的男模，叫 Gio。他其实为这支舞呢，他在家里都有在偷练，所以他非常的用心，然后非常的专业，非常感谢他。希望大家看到了有那个点点点。下去的时候，它没有没有，因为你刚滑，它都会往下滑。哇！没有，不行，太高吗？对，那种丝袜，还是对啊，还是依赖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下去的时候，它一定是，它还是真的不好滑哎。他一送电就走，所以我现在压着一个他的朋友。好，所以就这颗就好。对，他有点弹性。我懂。他有点弹性。小花自己 Q 啊，导演自己 Q 哦。对。好了，来喽。吓到我了，真的。是我们的亲爱导演珍妮花小姐。讲，她其实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按那个按钮。我好棒，按了很准。对，就是要跟我哈过，然后那个烟火，对，因为只有她可以按，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按。只有我按，我也会被骂。请导演介绍一下我们这次 MV 的概念。就是歌舞剧啊，因为我们心里就是人漂亮会跳舞又会唱歌，那要演什么？就是歌舞剧才能最表现他的才华。其实这一次的 MV 会这样拍，也是因为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在舞台上的袁咏琳。因为我觉得我在舞台上的我都是最自在的那一个。下一位吧。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的观众是很挑剔的，他们要看的是专业的娱乐，你觉得你够吗？今天非常开心，因为今天邀请到了康永哥来跟我拍陷阱这支 MV， 然后今天特别来站台，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面试 Cindy 的老板。好，开机。好嘞，来。下一位，等一下，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的观众是很挑剔的，你觉得你够吗？这是我第一次拍 MV， 可是 Cindy 表现得非常好。谢谢。我在看 Cindy 的歌舞表演的时候呢，一直想说，哇，这个人性感天成，那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呢，都能够流露出那种很妩媚的样子，这个是装不来的。然后我在跟你的老板聊你的音乐的时候呢，他竟然告诉我说，音乐是你自己做的，太厉害了。谢谢。就是这么漂亮，这么会跳舞，然后又会自己做音乐，所以呢，我们很期待看到这一位在德州的休士顿这个都市长大的美女带给我们最棒的音乐。